一般的股份啊，我对你这个股权结构有异议，这么平分秋色，那以后要是我们两个意见不同意，你听谁的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那必须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我不想怎么样。你想怎么的？啊！服服服服服服服，说服服。那我上学怎么办？你想读研就读研，你想找其他工作也行。你要出国的话，我就留在这等你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是你的底气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留那么多时间出来，不是为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对不起啊。你很讨厌方志敬吗？嗯。明白。你做的这个豆腐渣能拿特别奖，就是对大赛公平性的侮辱。李轩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玩消失啊？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干完事儿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这个所谓的加密接口根本不堪一击，也不配拿这个奖。出运。还真是你啊。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方志敬。好久不见，方志敬。李轩，咱们一起参加比赛吧。为什么改变主意了？我就是想参加了。告诉我原因。告诉我原因。刚才谁啊？我家司机。司机啊。哦，公主需要人扛包吗？不用，这没多重，而且里……那就别磨蹭，收拾完来基地。把文档和代码拷给我吧。有空了。他不是我家司机，他是我妈同学的儿子。然后呢？我和他从小就认识了。哦，他就是那个会画画的暖男是吧？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会不会是看错了？喂。喂。新年快乐。那你在哪儿？
下雪了。刚刚那是你吗？嗯。哎，你怎么关了？走。去哪儿？我发小这几天在这里办画展，请我去看，顺便去找找灵感。不去。那出去走走，万一能想到什么呢？我发小很厉害的，我上次帮柳思思翻译的论文就是写的他的话。没空。那明天去。这两步路你爬过来的，你打扮了，你就穿成这样去看你发小画展了？去看我发小的画展，你穿什么骚包干嘛？看来你这发小又不怎么样。公主那么怕冷，要不要给你准备辆马车？早知道就不给你选排球课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活动活动。你那个背和锈住了一样，打都打不开，天天在基地敲代码。我就是想找个机会让你多动动。你这心，我领了。你，我还在想，李状元要是挂科了，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李寻，你怎么了？李寻，你怎么了？李寻，李寻，朱韵，要不我们两个一组吧？咱们这实力差的太多了吧？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教你啊，而且我可以保护你啊。行，把组名都报一下。李寻，江星驰。谁要跟你一组呀？不想比比吗？其实你不用跟江星驰比，人家是国家二级运动员，还是咱们校排球队的主力，谁打得过他？看来你很崇拜他呀。不是，但人家天赋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点在哪儿？啊？放开，这全是人。服不服？放开。服不服？五体投地。下次再敢乱聊试试。我哪里乱聊了？他让韩家康把朱韵写的每一版都拷贝了，韩家康还写了证明，签字画押。先走了。嘿。向朱韵道歉，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你也是啊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折腾。知道了，公主殿下。你干嘛要叫我公主？
那叫你什么？